印刷的，花旗的，中华和英文是不一样，英文是一样，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刚才那块是江北，没有，过去是江华，没有。就是很吉庆的，双重喜庆之意啊！重庆，你们这次啊，那个能够把会议摆在这个西部地区，摆在山城重庆，说明你们深入实际，了解基层，这个值得表扬，感谢大家。重庆这些年，是有特点的，是有发展的。其中很多朋友啊，我实际上今年开春以来啊，已经见过一次两次。重庆也是一个新闻比较多的地方。哪个地方，肯于改革开放，肯于为老百姓办事儿，哪个地方的新闻呢就比较多，就比较受到关注。重庆现在我们正在搞五个重庆的建设，全是围绕着民生，围绕着环境的改善。我来重庆时间还不算长，
但是感觉到重庆人很能干，很有朝气，很有热情，再加上这儿的气候充满能量。今年夏天40度的高温连续15天，最高的时候43度的温度，所以现在你们来的时候是重庆最凉快的时候。这个重庆各个区县听说你们来了，大家啊都很想给你们展示一下他们的劳动成果，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你们日程很紧，再加上会不会有一点官僚主义的作风不一定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县区和村镇区，所以我们就择其要点啊请你们看一看。昨天晚上我是仔细研究你们的日程，你们在主城开始指派了一天啊，我是有意见的，根本看不过来，再加上今天用大半天小半天的时间在这唠嗑实际上我就担心啊漏掉很多你们非常想看的赋予新闻价值的精彩内容，无论是盖房子、医院、健康、跑道照相机把今天的重庆好好定格，明年的此时你再来看大不一样，3年以后你再来看那就更不一样。这个重庆人精神状态很好。这都来这叫一下太不行了。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女士，重庆市市长王其藩先生，重庆市政协主席习元敏女士，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女士，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庆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新闻社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今天在重庆隆重开幕了。海峰主任、王其藩市长、秦彦林主席，尊敬的海峰主任、各位嘉宾、朋友们，炎黄血脉相连，华夏文明传承。尊敬的李海峰主任，尊敬的王其藩市长。尊敬的各位领导。
本模式，凡是能够启动老百姓消费，能够缩小差距的。近海外华文媒体之间集中力和影响力，努力提升的变化此消彼长，媒体正在与各类媒介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及全媒体生产链，华文媒体的独特地位已经获得多国重要政要的肯定。海外华文媒体现在已经成为一支独特的重要的舆论力量，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及所在国政要的重视和肯定。这华文传媒论坛呢，到这一届已经举办到第六届了，也踏入到第十个年头。那事实上，作为这个论坛当中唯一的一项这个高端论坛，每一次在举行的时候呢，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华人媒体的精英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一起来。《欧洲时报》社长张小贝先生，欢迎。以及来自美南新闻报业电视传媒集团总裁李卫华先生，欢迎。以及来自马来西亚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总编辑肖一昭女士，欢迎。还有来自澳洲星岛日报的行政总裁高文辉先生，欢迎。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和大家进行交流。对我们这样一个城市的这个扩大宣传，这个宣传媒体的这个能找见的合作途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1336这样的，一就在未来五年吧，到北从东到西从外向内的发展，每十年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80年代是深圳，90年代是上海浦东。家的华文媒体
参加这个论坛，300各位，下次青岛一定会再创辉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本次闭幕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最后我想再说一句，因为是。马来西亚澄清集团执行主席张小青，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秘书长。大家下午好。今天来重庆参加海外华文传媒论坛的朋友们，相聚在美丽的重庆师范大学校园，共同参加世界华文传媒友谊名直属活动。周泽阳先生，以及前来参加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尊敬的张先生，尊敬的各位。世界华文媒体的界的各位朋友，我代表重庆师范大学30000多师生员工，向大家来到我们学校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和20000多学生，有2000名教职工。目前我们学校啊，从1904年开始建，当时呢完全是一片农村。我们开始建的时候呢，我们是建房子和建园累累硕果。3年来，石林树木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创立10周年之际，各位同仁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昭示全球华文媒体事业继续茁长，继续茁壮成长，且为森林重庆建设出一份力量，携手奋进的难忘历程。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周泽阳先生，媒体代表张小新先生，共同为华文传媒友谊名节目。夏春平先生，唐文先生。周泽阳先生，后面来，你们那个长包，我后面站的，对，来来，后边吧，后边，好，预备，下来，来了，确实是吧？后边，后边，后边，再照常照一下，照常啊，这两边吧，要干嘛？照常一点，对，那哥们儿要签一下行吗？你也去搞一个。
这个好，这个好，三个点钟，真的吧？真的，四月来真的，来吧，大家一起来吧。感觉你们这个好。大哥，你速度太快了，你速度太快了，太快了。这计划，但是我估计来说，一两年之内。对，前面辛苦了，来，坐好，等你到点，好吧，再见，哎呀。雕刻艺术家做的孙黄章他们三位代表人物辛亥革命送给剧组，我们衷心的感谢咱们这个剧演得很成功，很感人，让我们回想到辛亥革命的艰苦，回想到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这段艰难的光荣的历程，感谢大家。